四号位的球员，四号位的本土球员呢、啊，在各队能够有更多表现机会。哇，这边是空中补给啊，博朗来一个拖进两分。对，大 B 真的要想打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。再给到拖车的 Watchman。罚球线的跳投，波浪再拿两分。对，今天一开始在这个打法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么有默契哈、哦。那现在就防守端必须要多一些考验了，因为对方高度真的今天占尽点多，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点。梦想家改守一个区域防守，来看一下领航员怎么突破。好球哇！今天博朗、哦、一开。周一翔，上周的单周 MVP， 分球给博朗，再来一颗，哇！第一球，麦卡洛再投一颗，对，没有碰到篮筐。前面博朗跑快攻，接球，双手扣篮，哈哈！这是桃园范谷啊！那 Vince Carter 就是告诉他，怎么样把身体保养好很重要、哦。来看一下，又是国王出手，再来两分。万达又把速度带起来，往里面交。博朗有身高的优势，对上周伯成，直接拿到两分。对，就是借力没有借到，不过他已经很清楚了，现在有看到队友的位置，就是博朗单身的，这是一颗空心的破网。博朗，哇！换个篮筐还是很准的、啊、对，选择自己上了，目前也对自己的攻击是更加有信心哦。哇，这边博朗吴俊翔接球后，现在来突破挑战篮筐，篮底下博朗捡到这一球啊，白进分往禁区交，博朗的身高优势直接翻身找篮筐，再加两分，来到了29分。